你自己先吃，去去就回来。这些都是从前你教我做的菜，尝尝，还是一样的味道吗？好啊。有些事，我想与你说。好，你说。将军。夫君。昨晚宿在何处了？昨晚我宿在军营了，怎么了？无事，吃饭吧。你刚才不是有事情要和我说吗？没什么。将军，夫人，秀儿有事求见。进来，将军。能否让秀儿和夫人单独一叙啊？怎么，你们要说的事情还不能让我知道啊？秀儿，有什么话可以直接？看来是有急事，那我去去就回。等等，什么着急的事情？连陪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。秀儿，你先出去，我马上就来。是。你自己先吃，去去就回来。所以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是不是？那你呢？就没有不愿我问不想对我说的事情？我你先吃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孩子到哪儿去了？他是我的孩子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见他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把孩子到哪儿去了？孩子不是在公家吗？孩子不是你带走的？可是我刚才去公家，公老爷只给我了个拨浪鼓，还说孩子不在公家了。什么？